说你有一些想要预约一些活动啊，你就可以来这边。这羊毛可以给我吗？很小，我一次才1500块，一厘。只是在海浪发生之前可以玩。如果想是陪小孩来，然后想放松的话，那边有热水池。对对对，来这边必吃的冰淇淋。Oh my god， 太美了，太美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更亮了，更亮了，更亮了。Oh my god， Oh my god。这里走出来之后，这个走道超漂亮的，很适合拍照。3、2、1，哇，这里真的很漂亮，哇，哇，对，哇，哇，网红网红，天哪，哇，最美的孕妇，哇，不得了不得了，这边太美了。正面来一张，木木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木木，哇，木木在里面。哦，妮妮 New Fully 这边往回走真的是超好拍的，各位，这里超漂亮，超漂亮，真的。现在有一些住宿啊，可以住。这是楼中楼哎。真的假的？哦。哦。这里超漂亮。我们现在刚吃完早餐，现在要去我们的 Go Outdoor Center， 就是户外中心。准备来去看牛牛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农场，所以有羊啊有牛啊都来这边啊，这样。那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预约一些活动啊，你就可以来这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你可以拿羽毛球还有什么盘子，现在开始运动，然后还有喂羊的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地图，我们现在人在这里，所以呢我们要去到这里，这里才有躺床的地方，所以要这样走过去。哦，他摇尾巴摇得好开心哦。牛喝牛奶，牛喝牛奶，好可爱哦，他在喝牛奶耶，他是幼牛耶。哦，好可爱。哦，就要扯的。OK， 因为天气比较凉一点，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来到就是这个跟羊一起睡觉的地方，这边的羊都在睡觉，而且他们这边有黑面羊耶。你觉得你们是体重问题吗？我觉得在这边睡了。好啊，滚来，但会先冷死。加油 ！OK， 好爽啊！这个吊床怎么了？你在干嘛？你是在做茧吧？标准的做茧制服耶。啊，在羊的旁边睡觉，这感觉超帅的。我想要免费，没有被睡在这里。哇，好舒服哦！来这边睡午觉不是很爽吗？各位。好冷。哇。Hello。Hello。哇，哎，好温暖哦。羊毛。那个羊毛可以给我吗？很小。你这个羊毛可以给我吗？哪里买的？你脸变丑了。哪里买的？赶快吃，赶快吃！哪里买的羊毛啊？对，老板多少一斤啊？老啊，你猜啊嘞啊啊啊啊啊啊！我们在休息站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哈密瓜，然后我们给它买下来，这么大颗，这么大颗。OK， 这样子一颗才1500块日币。哦，你看那个皮青，你们在切那个柚子是不是？哦，开箱，漂亮，哇，好美哦，好美哦！哇，欢迎来到夏日的沙滩，是在冬天啊，各位。只要你拿着票呢，它就可以让你直接去换衣服，男女都可以一次。现在来到的是微笑沙滩，这边的话我分是小朋友玩的，比较是那种浅的沙滩。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游的比较，差不多130到150，然后再过去的话就是比较深的，拿滑 SUP， 还有像是走单索，然后可以看一下能不能体验一下。我是觉得蛮有趣的，我就是来拍照的，其实没有真的想要玩水。受一下这个夏日气氛，它在里面来讲放暖气，所以就是让它感觉就是很在夏天的感觉。它是1米多哎。对啊。这边的话呢，它是有一些
特别的设施啊。首先呢，那租借的话，30分钟大概是1500块日币。那这边的话是免费的，但是要非常的勇敢哦，就是我们可以上班，免费，然后呢，它可以让你穿救生衣，在人工海浪发生之前可以玩。如果说想的是陪小孩来，然后想放松的话，就免费水池啊。爽吗？爽，刚泡完汤，那其实汤有点可惜啊，因为它的设计比较叫做透明式有点太多。它大家之后来的话，可以发现就是那个基本上里面就是因为它就是很落落啦，就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是很可以拍，因为都有人在流动，所以不好拍。那因为它开放的时间一开放就会有超多人进来，对，我反而建议大家可以在开放时间后一个小时再入场。可能你才比较会有舒适的一个泡汤的体验。那这边来讲的话，就是Minami Coffee 有卖冰淇淋，也有卖一些炸物，这样就是你可以一起成型，可以吃东西的。现在来到的是晚上的萤火虫之街，非常漂亮。这里的话就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，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多人。我现在就是要准备去刚刚吃冰淇淋那家，再去吃一下甜点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他们最近推出的新活动马铃薯沙拉季。OK， 他们现在是吃饱，光一个冰淇淋就吃了。吃很久，吃了20分钟。有啊，我们都从那个海滩然后坐上来。对，真的很大。对，100种口味。对，100种口味是他们的活动限定。那他这边的话有提供的是。有一些酒搭上你的马铃薯，然后一个 set， 那当然你也可以点它的就是冰淇淋的绿豆。哦，这里的用餐空间超好，而且它有提供插座，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坐一整天，贵妇下午茶。Oh my god！天哪，它的冰淇淋超大根哎，而且超便宜，这样一根才400块。哇、啊，跟脸一样，比脸还大，你看，对对啊，各位，来这边必吃的冰淇淋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旅程的第4天，哇、哦，现在是凌晨4:40，呀，好开心哦。因为我们就想要这次再追一次云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这么早起床了。我们现在就是。要准备集合，5点的时候要坐车过去。今天看起来天空是蛮有一些好的兆头，所以呢，刚刚看了一下他电视里的预报，就他的电视都会及时更新一下说看云海的一个机会。那他上面现在写的就是说，你如果有时间就尽量赶快来看哦，好像应该是有哦，这样子，就是希望等一下真的可以顺利的去到这个地方。那大概要等60分钟。上去应该可以，希望可以看到漂亮的云海。Let's go。人比较少了，你看里面没什么人。看到几点？空气对决拍，拍起来 ！Oh my god， 太美了，太美了 ！Oh my god， 这个更亮了，要更亮了，要更亮了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我们太幸运了吧？不可能这么幸运！哇！天哪，为了各位，我去拼了！
那是国际学校的吧？好可爱哦！哦，好酷哦 ！3, 2, 1, 2。好的，我们的孕妇要寄明信片。这个云朵上的咖啡店，那点了一个就是乐可可，这乐可可可以把这个它的棉花糖摆在这边拍照，就完美哦。它基本上我们非常推荐是把它拿来沾巧克力吃，这样吃起来就是所谓的巧克力喷泉。OK， 巧达浓汤搭配面包，太疯狂了吧！太疯狂了！哇！我要先拍照吧，来帮他拍照，快点！最强孕妇，真的，可爱哦！现在呢，准备要下去，因为这雾实在是有点太浓了。但我们决定了一件事，就是等一下大概天气再好一点的时候再上来，就是大概十点半的时候，还可以有机会搭缆车上来。这里呢，在离开之前的一个欧米茄店，也可以来这边逛一下，买一些小物，好吗？恭喜恭喜！这里有优格的部分，一样是有所谓的法式吐司啊。这边相对来讲都不像那个三点餐厅要排那么长。餐点其实跟妮妮克里是差不多。对啊，你看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有一点不一样而已。汤在这里，蛤蜊汤在这里。哦，上面一碗700块蛤蜊汤，这里免费盛。现磨的鲑鱼冻。哦，太大！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吃饱吃饱，就这样子吃一个豆腐吧。哇，这里的饮料比较多，有很多什么蜂蜜汁啊，苹果酱汁啊，比妮妮牛库里的那个 CP 值高一点，吃的东西比较多，包含像这个面包。首先是刚刚点的这个法式吐司，不过比起妮妮牛库里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做的更松软一点。口感上来讲，因为它加的是枫糖浆，所以吃起来就是那个香气更重。一样都有这种所谓的海鲜冻、生鲑鱼片，加上它的鲑鱼软，芥末来讲的话完全不会呛，而且超级香。这吃起来我觉得是有种精致感，对比于那个海宝冻来说，个人现在目前觉得鸡腿是这个，就是青酱的拌菜，非常开胃爽口。其他的东西其实跟妮妮牛库里的东西的样式其实差不多。好
的，虽然呢 Nini Nupu 是主打那个所谓的森林产品，我基本上的 view 也不输 Nini Nupu 的，整体的用餐空间跟品质我都觉得非常好。哇，那阳光不得了不得了，看吧，今天这个天气太棒了。大家就是如果说早上不想坐车去缆车站，也可以从这边直接走去缆车站哦，就是从这边出来，然后从这边走进去，这边走进去。OK， 大家其实呢都可以来走这个乌鸦步道，沿路都是乌鸦。天气好的时候这样走回去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他们好像是在代言 North Face， 我们没有在拍什么形象广告。要赞助也可以啦，欢迎 Tomazu 哦，喂、欸，帽子也是，帽子也是，两个人的帽子也是，你们那边的太夸张了，他们应该不会想到说来到新野可以把很多的日币砸在这里。对，刚好有一间有人提早退房，可以看到来看一下四人房的部分。四人房的配置呢，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更衣的地方，还有厕所。这灯也太旧了吧，里面感觉改装来讲的话比较老气一点。客厅也比较大一点，就是一个 L 型的。OK， 再次挑战，做三次了，第三次。好的，我们已经这个画面不知道拍几次了，要来去拍上面的风景。第几次挑战了？第二次，成功，第三次挑战，第三次一定要成功，绝对可以看到好风景。好的，有票直接单 ，Let's go， 最强孕妇冲第一个啊，各位，是啊，有没有什么要对那座山喊话的？希望可以再看到一下下云海。哎，这个。可能要往后面看了，那边那边。谢谢如意，万事如意。啊！砰！
快点，一二三，谢谢 No Space。哎，糟糕，这个赞助上完了，完蛋了，这个业配不了。我们一起拍一张。OK。看一下挑战第二个，就是那个绵绵的床。对，太好了，这样什么都挑战到了，感觉很像是某些花莲咖啡厅会有的东西。至于有没有需要来这边拍，看一下有没有值得。就是大家可以像我这样，就是坐着，这样，就一个小沙发啦。这个好像还好，没有很完美，就不能错过，就是这个上面那个云的网子。你看你在录影，我们都没有讲话，很怕上字幕吗？完全独占。各位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云之床。哦，好帅，好帅！哦，帅！好嘞。好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带你过去。对，你看大家过去。我是觉得还好，因为这个有点滑。他反而还好，不要踩这个就好。他会自己抓平衡。可以了。哦，感人感人。3, 2, 1，默默。3, 2, 1，好的，跟这个说再见了，就是云之网。OK， 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建议大家可以排在这个地方一个多小时。如果起大雾，就可以赶快搭着缆车往下走哈。啊，如果说没有起大雾呢，也要看人啦。如果人很多的话，可能真的要小心，就是要排队。哎、hey, ，我们现在呢就是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步道，然后完成之后，那个人呢就是跟我们说，哎、欸，迟到12:30啊，缆车，所以叫我们赶快去搭车。好累，突然运动了一下，中餐就这样子消耗掉了。那值不值得？值得，赚到宝，他赚到宝，赚到宝，太棒，神操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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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红豆还有什么
草莓，还有草莓，巧克力，还有巧克力，四个口味。哎，这样很赚的，这样一包多少？500台币。哦，还好呢，125块台币，其实我平。可是这个很好吃呢，那个很好吃哎，就是芒果干，然后处理的完全不会太甜，就是吃得到它主要吃本身的甜味。准备好要 shopping 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真的不知道逛什么，就来去挑选。走完之后就知道还蛮多。我到了。你买？买了，基本上。四卡行李箱有3卡都是他买的。北海道就是来买白色恋人啦。零七气球布丁，一定要买，超级好吃。OK。